一二年数学卷二嘅第九条啦，咁嗱呢一个系讲咩呢？佢俾咗有一条式我哋，咁就系一个 x 同 y 嘅关系啦。两边都系份嗱左边份数啦，咁就六 x 加五 y 就除翻三 y 减二 x 等于七。好，咁题目今次叫佢计咩呢？原来就系计呢个 x 比 y。嗱，你要知道 x 比 y 嘅意思呢，就即系 x 除 y 啦。OK，咁所以题目就相等于叫我哋计 x 除 y 系几多嘅啫。嗱，咁第一步，我哋見左手邊有份數喎，咁肉酸可唔可以唔做份數啊？得，將個份母乘過對面七嘅呢一邊咯。咁之後當然係快眼啦，咁啊三七二十一啦，咁就廿一 y 就減翻14个 x。好，我哋目標係想計 x over y，咁所以咧 x 嘅就擺一邊，y 嘅擺第二邊，所以就得出呢一行啦。跟住當然就係、自己化簡咯，廿個 x 會等於16个 y。好，咁我哋要計嘅 x 除 y 啊嘛，x 除 y 就會係點呢？將個 y 就除翻個左邊，將個二十就除翻過去右邊，16除20咁就會係4 over 5。咁所以答案呢就係4除，即係4比5啦，所以就係答案嘅 A 啦。